回来看到这样子，整个人都愣掉了。假如没有朋友来这边当楼道的话，可能我早就回来了。也叫那个朋友留住朋友啊，但都没有移，连位置都没有移哦。一回来看到这样子的，整个人都愣掉了，恍惚掉了。这样，他的房子倒下的时候震动，来影响我们房子的围墙，那个隔间的那个裂开了。嗯、但结构给他看起来，结构支柱应该都没有受损了、嗯。啊，但是里面的东西大概都东倒西歪的，坏的坏，破的破的破，要破。都没有移哦。